哦，妈妈姓王，有小朋友玩，反正那女的这是啥？我们横着走路好不好？啊？没事，我们走吧。你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没事儿？悠悠，下来。悠悠，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。奶茶我爱优乐美。哎呀，我这腰啊！哎，你下一步什么安排啊？我看你快不行了，老年人，别跟着了，回去待着吧。我怎么不行了？年轻人的节奏你跟不上。蔡思雨，我再跟你讲一遍啊，我没老，你不信你就试试。我接下来的活动不适合你。你什么活动不适合我？爸爸。嗯。啊。嗯。哦，爱你。嗯，喂，思雨。喂，唐平，出来吃饭。嗯。嗯。喂。宁睿知道悠悠的存在了。啊？宁睿知道悠悠的存在？宁睿知道悠悠的存在了，宁睿知道悠悠的存在了。谁？悠悠？怎么听着像小孩的名字？方宁，方宁，哎，你走开！你带着林医生的儿子一起回来的？我这。瞒了他整整六年啊！嗯，带球回来作死的前妻，陆芳宁啊，你比我想的还要狗血！蔡思雨，我说芳宁，谁？你去，去啊！方宁啊！哎呀，让开！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这腰得保护好啊！啊！你在国外跟其他男人生孩子了？厉害呀！是混血吗？混血小孩我好看死了。其他男人？对啊。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林医生？你当我傻呀？我不是当你傻，唐萍萍，你是真的傻呀！我又怎么了嘛？行不行？来，你过来，过去。方宁啊，叔叔知道你一定是有苦衷的，你出走离婚瞒着林医生都是迫不得已，对吧？谢谢你啊，唐叔叔。哎，方宁，怎么样啊？身体好点了吗？嗯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一点的医生啊？没事啊，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啊。看病需要多少钱？叔叔给，这点忙我还是帮得上的。方宁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一想到啊，你陆叔叔就这么一个女儿了，现在还这，哎呦，我这心里真是。陆方宁。你不会是得绝症了吧？你要死了！嗯。啊！爸爸，快闭嘴！呸！什么绝症？别乱说话。方宁，叔叔知道你的硬脾气，要不是因为这件事情，你是不会一走了之的。嗯。爸，那他还生孩子了，身体吃得消吗？你怎么还有绝症梗啊？你这么大个事儿，怎么跟人怎么消了呀？你行了。这么大了，哎呀，阿静，你说呀。
悠悠在屋里睡觉，你让孩子听见怎么办啊？方宁，这事儿也是你不对，你这对凌睿和悠悠也不公平。就是啊，你说你傻不傻？啊，那不是傻，是作。嗯，你破产救人失踪，还搞什么默默为爱牺牲？多少年前的老桥段了，非要把林医生这么好的老公给作掉啊？就是说呀，哎呀，我一直以为你比我聪明，没想到你居然变成这样。爸爸，以后别拿我和他比了，比不上。是比不上。嗯。方宁啊，这件事情对林医生的打击可不小啊，这失去的亲情很难补回来的。是。哎。哎。哎呀，你说林医生这么好的人，当初怎么就能……怎么又是你？你们如果要开始新一轮的攻击的话，应该从 Simon 开始。我插个队不行吗？哼，早知道你会抛弃林医生，当初就该把他让给我呀。哎，让给你？瞪什么瞪？还不是你自己做的？是啊，你说你作什么作啊？林医生这么好的老公，以后上哪儿找啊？对不对？上哪儿找去？哎呀，而且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还不告诉我们？你有没有把我们当好朋友啊？你行了，你们俩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们为什么骂妈妈？哟，嘿，这孩子，你们为什么骂妈妈？哎呀，宝贝儿，我们的聊天呢，就是声音大一点而已啊。嗯，他们就是骂你了，我听见了。这就是你跟林医生的儿子啊，好可爱啊！我手贴过来，过来，给阿姨抱抱，看一下。我要摸摸小天使，亲亲阿姨好不好？萍萍，你也给爸生个这样的外孙玩玩。可爱了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差不多行了。悠悠是我和你的孩子，他几岁了？五岁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只是不想打扰你的生活。到了晚上，他们俩都累得动不了了，但哈利想到威尼，想到要横跨大洋的航行，他的脑袋里有一个声音在说，我不该，我不能。可是他的心做了决定。悠悠，嗯，你要是睡不着的话，要不咱聊聊天？妈妈说的对，睡不着的时候不要勉强自己。来，我们聊什么啊？来，你坐好，妈妈问你啊，你特别想要一个爸爸吗？时间宝贵，不要说废话。那要是爸爸不要我们怎么办呀？我这么可爱，爸爸不会不要我的。至于妈妈吗？也变得超可爱。妈妈，如果他不要你，我也不要他，我们换一个爸爸不就好了？妈呀，怎么这么疼？我怎么才感觉到？悠悠，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呀？有。我们去医院好不好啊？好。来，真乖，来来来，来抱着。抱着妈妈啊，理由真乖，走。你好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悠悠啊，难不难受啊？好点了吗？想不想喝点水啊，悠悠？啊，悠悠，哎呦，悠悠。妈，你好，你下来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交个费。哦，好，好，不下，不下，不下。你好，嗯，你好，哎呦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悠悠，你下来一下，我拿个东西。我来吧。
情况后。那个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你好。发烧了。好了。好，谢谢。诊室在那边，坐吧。下一个。哎，林医生。麻烦了，葛医生，孩子发烧了。宝宝，我们一起摘一下口罩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亲几下孩子，挺可爱的。宝宝，是不是没有力气啊？那有没有流鼻涕呢？孩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？哦，他其实是今天晚上才开始发烧，但他前两天其实就有一点咳嗽了。哦，因为他最近刚从国外回来，我怕他有些不适应，我给他们每天都量体温了，您看一下。看一下。还有他以往吃的一些药，我也都备注了。肝旺肠该吃药了。没什么大问题，留院观察一夜就好了。你今天怎么知道我们？是陆逸瑶打电话给我，说悠悠病了，她又有工作，怕你一个人照顾不过来。我真的不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。悠悠很懂事，你把她照顾得很好。对了，悠悠那天叫你爸爸，好像只是在开玩笑。等她好了以后，我会把你和她真实的关系告诉她。对不起啊，林瑞。他先睡着了，我一个人应付得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好。你能把我抱起来吗？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我爸爸，你跟我的娃娃长得很像，所以你除了可以抱抱我，还可以再捏捏我。妈妈最喜欢捏我的脸了，我很可爱的。爸爸，你能一直陪着我吗？我。刚才别人问我是不是你亲亲家的孩子，你们都没有否认，悠悠心里可伤心了。其实我也很想要爸爸。但我也不想让妈妈伤心，我知道妈妈也很想你。
小朋友真乖，体温正常了，可以回家了。林医生，你亲戚家小孩真可爱。谢谢，是我儿子。哦，那林医生，你儿子真可爱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好，谢谢啊。爸爸，爸爸。哦，抱抱。哎呦，比妈妈抱的安全多了。大家爱不爱萍萍姐？爱。萍萍姐美不美？美。好，三二一，再来一张。来，换一个动作，再来一张。漂亮。比心。耶。OK， 非常美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。哎呀，不用谢。哎，萍萍姐，萍萍姐，我单独跟您合影一张可以吗？来来。三二一。OK。好。谢谢谢谢萍萍姐，我们愿意支持你的。对，加油！谢谢你们。会长说一定要和您吃早餐，因为早餐便宜，这样就可以给萍萍姐您省钱啊。早餐是挺好的，不过起来艰难了一点。就是，我也起不来，都是会长出的这个臭主意。没关系，今天大家我请客啊。你们好好吃，随便吃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萍萍姐。我们来干一杯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共同举杯，来敬萍萍姐一个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谢谢萍萍姐，来，拜拜。好。嗯，好喝，真棒。哎呀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今天那个120没来吗？没看到啊。没看见。又没来、啊。哎，你们说，这个会长整天出主意的都是他，结果每次没来的也是他，今天又因为工作忙没有来。哎，你们见过他吗？我自从加入粉丝会就没见过会长，连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。我也没见过。你们说，这个会长，他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？哎。是不是长得特别？你不要这么说人家，以后这么议论不好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不管他长得好不好看，他都是我的第一届粉丝，对我来说都是特别珍贵的，所以即使他长得特丑，我也不会介意的。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吃吧。好嘞，好，开始吧。哇，这个好好看啊，这个。哇，这个好。你好。哎，你来了。那个，这是我朋友，叫彭博，他是我爸爸的专属医生。哦，我们俩好久没见了，所以特地叫他来吃个饭。你们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不介意。那就行，欢迎欢迎。哦，原来都长这样。彭博，这个在群里骂过，这个每次布置打榜任务回复最慢，还有你。彭博。啊，萍萍姐。你叫什么萍萍姐啊？只有苹果们才这么叫我呢。你不用这样。哎呀。人家也想喊嘛。好了，你去吧。嗯。欢迎欢迎。来，坐一坐。来坐，林明姐，吃吧。好，吃吧。彭博，我就不管你了啊，你自己吃吧。尝这个吧。哇，辛苦了。谢谢。哎，没事。没想要。谢谢。快吃啊。我觉得这个一定很好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萍萍姐给我夹的呀。你先尝一口啊。嗯，怎么样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21床吐了。今天我轮休，麻醉后吐了的病人，你是第一回见吗？去护士台找护士。今天是萌萌值班，他不理我了。唐医生，他要休了我了。这才是你的重点。
彭医生，你终于聪明了一回，救我！我给每个人都夹了一块烤面包，这块是你的。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，所以我都加了一点。希望下次能见到你。为什么不理我？便秘了吗？连你都不要我了，我这个小可怜。二十一床没什么事，不要太担心。萌萌依旧不理我。好吗？我要告诉梁瑞，你脑子便秘了。梁瑞。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萍萍姐，拜拜，拜拜姐，拜拜，萍萍姐，拜拜，萍萍姐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萍萍姐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萍萍姐，拜拜，拜拜，萍萍姐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你生日过来我们再过来啊，好，萍萍姐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萍萍姐，拜拜，告诉林瑞，教堂苹果120，彭博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疼不疼？是没受伤？疼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好疼。我看看呗。教堂苹果120。不是我。什么叫不是你啊？你怎么知道教堂苹果120是个人？不是，不是人，不是人。120，我要不给你叫120，要不去医院看看。手机给我。不行。给我。不行，别动。哼，我都要看看，到底是不是教堂苹果120。你把手机给我吧。不给，不给，不给，给我呗。不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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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七八，十七八，十七八。哎，好。啊？别闹。我没闹啊。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，啊？怎么了？你是一个偶像，你是一个艺人，你不怕人家拍吗？对不对？还觉得黑料不够多吗？你还能不能好好继续你的演艺事业了？脚伸出来。那一只。
你是个明星，你是个艺人，以后得注意点。乖，注意点啊。焦糖苹果120，就是你。我真不应该给陆芳宁看那些小说，把自己活得跟小说似的。哎呦，我的开头啊！硬拉吧，硬拉没问题。绝伦的开头，接下来奇妙绝伦的经过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需要你了，爸爸。谢谢你5年陪伴，不过我现在已经找到活的爸爸了。什么？你问我对活的爸爸满意吗？你猜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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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不用了，那个，你喝点什么吗？服务员，麻烦来一杯热美式，谢谢。哦，好的，请稍等。那个，林睿，我听见悠悠叫你爸爸了，他比我想象中的更聪明，也更敏感。昨天晚上，我看着他抱着那个玩偶，不停地叫爸爸爸爸。悠悠的事情，是我做错了。我自以为是的行为，给悠悠和你，都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伤害，还有遗憾。你那热美式
谢谢。我可以尝试消化自己的情绪，但悠悠她只是个孩子，五年了，你让她过着没有父亲的生活。林睿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会想办法去弥补，我会弥补你们的父子关系的。那你想要怎么弥补？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弥补这五年来的缺憾。什么办法？我希望你把悠悠的抚养权交给我。不行，不是。我意思是，你还处于创业阶段，又长期身处国外，我的工作性质、生活环境，目前比你来说更适合抚养孩子。况且，你长期有个孩子在身边，不容易找到对象，会耽误你的青春。我想了又想，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式。我不找对象。林睿，我发誓我不找对象，我绝对不会找对象的。我，林睿，你不知道，悠悠现在这个年纪，真的连狗都讨厌她。你不会希望天天看见她的，你会慢慢失去你的父爱的。要不，你们两个可以多见面嘛，多多见面，多多多多的见面。啊，一个月见一个礼拜，见半个月，一个月见四分之三月，怎么样？不是很快就要回到国外吗？我不回去了，我扎根祖国，为国效力。我们不住在一起，我妈、我姑姑们年纪也都大了，来回走动很不方便。我打包上门，我把陆悠悠打包上门，我亲自把陆悠悠打包送上门。林睿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们真的不能打官司的。我们父母打官司了，会对我们的小孩他的成长、他的发展产生很不好的影响。我在这儿等你。有事说事，没事走人。小鹏同学，你手机呢？这是谁这么浪漫啊？啊，什么年代了，还用这么复古的方式交流？我的天哪！哼，你先看看，拆开拆开来。小燕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之前跟我说的困惑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啊，所以呢？所以啊，我做了一个安排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跟刘萌萌护士，所有的排班都分开。哼，咱科室呢，就是有你没他，有他没你。哼，彭医生，我限你三秒之中从我的视线当中离开。你要是再不离开的话，我就要告诉他所有一切都是你日日夜夜求着我想要跟他分开的计谋。你的手机在我手上，但是我不知道密码。但我可以试。我的生日，我第一次演戏的日子，我第一部电视剧的点击量，试出来之后，我就要翻出你的通讯录，告诉你所有联系人，你就是我的120。你知道该怎么联系我。我不知道怎么联系你，我电话全在手机。
告诉他爸爸是个混蛋，一定要选妈妈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不能把这种事情牵扯到孩子身上。干脆直接把陆悠打包回国外，让老头把他藏起来。不行，我不能再干这种事了。那就只能……妈妈，我太帅了，你看见吗？宝贝啊。嗯，怎么了？只能暂时先委屈一下你了，想让你来衬托一下妈妈的伟大。嗯，妈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悠悠，你想不想知道怎么讨三个奶奶的喜欢？嗯，想。嗯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就发挥出你大魔王的本质，又哭又闹，不管他们让你做什么，你都说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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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？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小孩的。哎，这就是你不懂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太久没回来了，这就是我们中西方文化的差异。你平时不老爱看新闻吗？我们这儿的奶奶呀，就喜欢这种又哭又闹、活泼叛逆的小朋友，这样的话就能激发出他们的母爱。你看，唐平阿姨，你不是见过吗？嗯，她不就是又傻又闹吗？对不对？那妈妈不还是一样接受她、包容她、疼爱她吗？我们要允许每个人有不同的喜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不好。好吧。不好吧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你玩妈妈呢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样确实也不太好。要不，咱俩都各退一步吧。我们妥协一下，你只要答应我，完成三件事就可以。三件事？嗯哼。7万。不要。啊？不要！快快快快快快！你。4万。胡了！你轻点行不行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激动了，激动了啊！哎，我有咽炎，你忘了？我吃不了辣椒。我不管，你刚才逼我吃的时候怎么不说了？哎，我真吃不了。咳嗽呢？我不管，必须吃。哎呦，少点，少点。哎，这徐瑞，他们欺负妈妈。好了，去倒杯水给我啊！他们让我吃辣椒，倒点水去。哎呦，这么多辣椒，我哪能吃啊？我吃到了水也得喝啊！快吃，快吃！我要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。哎呦，快给妈妈倒水！水来了，水来了！说了大嫂，不吃不吃不吃，快点！哎呦，不行！不吃不吃！哎呦，我得喝口水。那你们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就那个什么了。哎，画画脸，啊，我给你画。行着，咽着。我欠着，我欠着行不行啊？哎，你们这么赖皮，下次咱们就不玩吃辣椒的了。小点声。谁啊？我去。来来来来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。哎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悠悠，你妈妈呢？她怎么没来？不是说送货上门吗？是妈妈有个小孩。谁呀？谁呀？咋了？谁来了？这么生气了？不需要台阶下啦。真乖。走吧。哎，进去。这是谁呀？哦，一个小宝宝。这个其实是我和。第一件事情，一进屋我们就放声尖叫。一进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？怎么了，悠悠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妈妈只让我叫，又没规定我为什么叫。真是太漂亮了，爷爷看到这个房子，这是个奶奶，觉得你们都好漂亮。哟，太会说话了，这孩子。小姑姑吧。你这么年轻，我还是叫你小姐姐吧。啊，小姐，哎呦，你们就是大姑奶奶和奶奶吧？对呀，你们也好漂亮。谢谢。哎呦，我这个头发呀，是前两天刚做的，肯定漂亮了。哎，这么有欣赏眼光的孩子，现在啊可真少见呢。太可爱了，这个是，真可爱，可爱呀，太可爱了，好想叫宝贝呀，你坐这里好不好啊？可爱，怎么有点眼熟？你看所有小孩不都一个样吗？这么可爱的孩子还是很少见的。第二件事情，翻天倒海，我们进屋就把全屋都翻一遍，好不好？大别人家里乱放那些东西是坏行为。你说的也对，那要不你先忍一忍，你进屋找一个你喜欢的角，我们把那个角翻一遍，好不好？
嘛呢？这是干什么？小孩嘛，喜欢翻家里东西正常。啊，好奇心啊。奇了，还第一次见小孩翻乱东西，还在城里的。什么第一次见？这林瑞小时候不就这样，看不得房间有一点乱的地方，是吧？哎，林瑞，你在哪儿见这么一个大宝贝啊？你说他俩还真是有点像啊。对呀、啊。不指望你能给我生出这么一个宝贝大孙子啊！啊，悠悠，快到饭点了，你想吃什么？啊，这么快就来了？第三件事情，不管奶奶们问你吃什么，你都说你不吃，你什么都不吃，你只吃披萨、汉堡、炸鸡、薯条。披萨、汉堡、炸鸡、薯条。哎，这简单，我去买。汤来喽！真是给他弄这个垃圾食品。哎呦，哎，汤来了，汤来了啊，汤来了！哎，汤来喽！先喝汤，小朋友，喝完汤再吃这些垃圾食品，听见没有？不要就不要吧，悠悠都说要吃这些垃圾食品了。哎呀，小孩子都爱吃这些的。嗯，来来来，吃一点蔬菜，可以均衡一下。不要。不要，悠悠，这些菜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？不要。一二三，嚼。嗯，真听话。嗯，好，嚼啊，这是爱吃菜了，嚼啊嚼。哎，再来一口汤。哎呦，哎呦，真乖，真听话，真棒。喝完汤再吃口菜。哎呀，真乖真乖，小朋友，你啊，今天就别吃这些垃圾食品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好不好？给奶奶。哎，真乖，今天不吃了，以后永远咱们就都不吃了，好不好？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爸爸就在这儿吃。对了，真乖，爸爸。走孤单的街。